小双来到了无处的人生，奥运冠军组团来给你助阵，你对得冠军是不是特别有信心？我特别想得冠军。我们应该去支持他得这个冠军，最起码他敢说了，我们不要再放在心里了，一定要敢说。虽然我们就算我们没有拿了冠军，我说我想拿冠军，因为在小时候我得到这样的一种错误的教育，一定要等到我拿完冠军了以后说，哇，我是冠军。不用，谢谢。